嗨，我是九月，今天来做让嘴嫩嘟嘟的金箔果冻唇膏，封印了一整条星河，做起来又超简单，12颗果冻啦，用它就可以做出来那种晶莹剔透的质感，直接加热，因为它需要130度才可以融化，一点点的蓝色就能让它看起来更加灵动神秘，加入一些金箔，不用太多，这是唯一便宜又优秀的抗氧化剂。再来两滴珍贵的玫瑰精油，注意精油要离火再加，温度太高了容易挥发，趁热把它倒进消过毒的模具里，冷却8分钟后就做好了，是不是很像？懒得做的小伙伴给你们推荐小王子变色唇膏，它里面也添加了玫瑰精油，还有天然角鲨烷，涂在皮肤上过一会儿就会变成这种可爱的蜜桃色，记得涂唇膏哦，少女的嘴唇是不可以